大家好，我是李雪琴。有热心网友反馈说李雪琴在布一个大局。我跟你们说，心有多大，局就有多大。李彦宏学长你好，我是李雪琴，我现在在咱们学校这个未名湖这块呢。你看未名湖这个水这个冰多硬，你过年搁哪过呀？今年李彦宏学长你好，我是李雪琴，我上一条视频你看着没啊？他们都说我过分了，但其实我还能更过分。听说你今年要在春晚上发红包，我问一下子，是你亲自发呀，还是人工智能发呀？能不能走个后门给我安排个大点的呢？李雪琴你好，我是李彦宏，听我的员工说你把我布局里了，还管我要红包。红包呢春晚肯定有，但到底能整过大个的呢？据说你是锦鲤女孩，要不你转发你自己试试。李彦宏学长你好，我是李雪琴，我那个你咋还真回我了呢？我有点懵了。我给您拜年了啊，过年好，过年好，过年好。吴亦凡你好，我是李雪琴，今天我来到了圆明园，你看一下这个门。别管我在哪，你看着你吃饭没呢？